各位外佣佳耀，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涉嫌串謀詐騙案，香港和澳門警方過去三日聯合行動拉多四個人，相信是犯罪集團比較核心的成員，並且檢獲和凍結一共2400萬資產。兩地警方同時舉行記者會交代案情，本港警方在行動當中檢獲大量現金、名牌首飾和電話卡等等。本港警方在攞到法庭手令之下搜查六個單位，拉了兩個男人，並且在其中一處的浴缸裡面發現經碎紙機、火和漂白水燒毀的文件。至於澳門司警就在當地拉了另外兩個男人，並且凍結820萬賭場戶口款項和檢獲650幾萬現金和賭場籌碼，懷疑有人清洗犯罪得益。警方說部分涉案人已經離港，將會透過國際協作緝捕歸案。在調查的過程裏面，我們是遇到一定的困難的，因為除了犯罪集團他們已經將很多的文件和一些資料銷毀之外，涉及的電子錢包其實真的有成千上萬個，而當中涉案的交易更加是高達數萬次。這些加密貨幣呢，其實他們是會在短時間之內在不同的電子錢包去移轉，也都會去到一些海外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所以我們追蹤這些加密貨幣的流向的時候呢，礙於就是加密貨幣電子錢包他們本身這個匿名性那個特點，即是在交易的時候呢，其實買賣雙方都是可以隱藏他們的身份，不透露他們的個人資料，咁令到我們在追截這個騙款和在調查上面是有一定的困難。西九龍元芳商場地下設施兩死的工業事故，疑判負責人被控誤殺提堂，暫時無需答辯，被告申請保釋被拒絕，還押到12月27日再訊。62岁被告沈玉权是维修海水冷却喉管工程二判审视创建负责人，由警车押送到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被控非法杀死两个工人刘浩祥和郭火记。沈玉权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2月27日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检验现场证物、闭路电视片段以及索取法医验尸报告和证人供词等。辩方申请保释被拒，必须还押看管。案中两个工人上个星期六进入商场元芳地下管道工作，和家人失去联络一整晚。第二日朝早发现怀疑吸入沼气昏迷管道内，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先后拘捕两人涉嫌误杀，除了沈玉权，另外亦都拘捕一个40岁男人，消息话是大判瑞建机电工程公司一个经理。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明天開始新簽訂的外傭合約最低月薪調高到4870元，加幅3%。在現有合約，外傭每個月最低工資是4730元，調整之後將會加140元。另外，代替提供免費膳食的津貼亦都將會由每個月不少過1196元增加40元，到不少過1236元。政府說是按既定機制仔細考慮過去一年本港整體經濟和勞工市場情況，以及短期經濟前景，並且考慮僱主的負擔能力和外傭生計之後，決定調整最低工資和津貼。本港八月零售業銷貨額324億，按年升近14%。按類別升幅最高是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升57%，其次是服裝，升40%。藥物和化妝品升近43%，中藥都升32%。至於超級市場貨品就跌3%，燃料跌15%。政府話受惠於訪港旅客進一步增加，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八月繼續錄得明顯按年升幅，而短期零售業將會繼續受惠於旅遊業持續復甦，加上勞工市場情況改善和香港夜繽紛的一系列活動，以及消費優惠亦都會利好消費氣氛，為零售業提供支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訪港旅客已經回復到疫情之前的八成，又預計本港未來幾個月會更加熱鬧。八月份來香港的旅客呢，已經超過了400万，恢復到疫情以前的大概80%左右。我們還在努力，除了這個中秋、國慶有很多活動以外呢，今年未来几个月呢，我们在香港呢会举行好几场大型的活动，我们是信心满满啊！未来几个月呢，香港会更热闹。国际方面，中美举行亚太事务磋商，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而據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和中央外事辦主任兼外長王毅亦都可能稍後訪美，為中美元首會談鋪路。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在華盛頓和美國助理國務卿康達會面，就中美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議題交換意見。中美雙方都形容會面坦誠、深入、具建設性。孙卫东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并就南海问题展明中方立场。康达就强调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繁荣安全的重要性，并且重申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今次是继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美国纽约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在马耳他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之后，中美高层在半个月之内再度面对面接触。外界憧憬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继去年11月印尼巴里20国集团峰会之后，再次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正安排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美，为习近平访美铺路。若果成行，何立峰将为拜登上任以来访美的最高级中国官员。王毅据报亦都计划下个月访问华盛顿，为习近平和拜登的峰会做准备。不过美国政府近期陷入停摆危机，报道说美国官员忧虑一旦停摆落实，会打乱两国元首会谈的规划进度。外界早前推测，习拜会最有可能的时机是亚太经合组织11月在三藩市举行会议期间。王毅早前回应习近平会不会出席，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从不缺席中方参与的重要多边论坛，正同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发布消息。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台湾的海巡署巡防艇在新竹海面和大陆渔船碰撞，台方之后扣押渔船和船上面17个人。海巡署说，新竹海巡队一艘巡防艇上午8点几在新竹海域发现有大陆渔船越界捕捞，试图登船检查，只渔船拒绝并且驶离现场。海巡署追捕半个钟头，期间同渔船发生碰撞，巡防艇驾驶舱玻璃破裂，当局随后强行登船，拉咗船上面17个船员，扣查渔船，并且带翻去台北港。澳洲政府官员透露，中国已经取消对澳洲干草嘅贸易制裁，预料几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恢复出口。澳洲官员话，澳中雙邊貿易關係進一步改善，中國恢復入口用作牲畜飼料的澳洲乾草。中方歷時近3年的入口禁令影響25间澳洲乾草出口商。在禁令實施之前，澳洲每年向中國輸出36万吨乾草，價值大約1亿6000万澳元，相當於8亿港元。內地是澳洲乾草的四大出口市場之一，其余3个是日本、台湾和南韩，他们合共占澳洲干草出口的90%，当中单是内地就占了出口总额的1/3。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还有其他新闻。回来新闻时间，先看一下财经新闻。有統計指9月份強積金人均蝕超過5400元，分析就估計今年強積金回報或者會見紅。
环球投资环境不明朗，打工仔的强积金都受到影响。有强积金顾问统计显示，九月份强积金投资回报为-2.3%，即是每名打工仔的强积金户口平均蚀5463元，头九个月累计人均仍然赚717元。九月份所有的强积金基金都录得负回报，股票基金表现最差，当中只有日本股票基金有升幅。年初以来累计只有股票基金录得负数。提供数据的机构说，今年强积金整体回报有机会见红。机会有的，也不低添。Okay， 不过我们看呢，就算是见红呢都不会太多的。因为呢，即中港市都去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我们觉得内房都已经去到最差的情况了。因为恒大那个情况都应该来紧那两三个月，我想我们都觉得是会有个了结的了。即係波動都會大嘅，因為呢啲消息即係耐唔耐咁樣去走出嚟咧，都會影響個市場嗰個嘅情緒同埋嗰個投資個氣氛嘅。咁今年整年都係大家都唔好期望賺好多錢啊，我哋覺得係打平啦嚇。佢又話喺高息環境同外圍環境唔明朗之下，保守基金繼續可以作為低風險投資者嘅資金避風港，但就提醒強積金屬於長線投資，成員唔應該過分追逐短期嘅市場升跌而進行頻密嘅轉換。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道。睇下最新嘅金融行情。恒生指数收市报17809点，升436点，总成交超过676亿。睇睇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升8.8，阿里巴巴升2.6，盈富基金升0.44，友邦保险升0.95，美团升3.8。恒生中国企业升1.58，汇丰控股升1.1。香港交易所升9元，南方恒生科技升1.38，南方恒科的杠杆产品是报4.46。再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汇丰控股升1.1，友邦保险升9.5，中国移动升2.5，香港交易所升9元，香港中华煤气升1.3。恒生科技指数升142点，报3920点。睇埋欧洲主要股市嘅表现，法国 CAC 指数升60点，德国 DAX 指数升124点。其他新闻，马尔代夫总统选举听日第二轮投票，被指亲中嘅反对派候选人喺第一轮投票领先亲印度嘅现任总统。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萨尼克星期四到首都马累出席竞选拉票活动，他在月初的首轮投票中失利，只获得39%选票，以7%，落后主要对手，同时是马累市长的反对派候选人穆伊祖。由于首轮投票他和萨尼克都未得票过半，要进入星期六的第二轮投票。这场选举除了是马尔代夫的内政，分析说亦都关乎地缘政治。马尔代夫这个印度洋岛国一直同最近的邻国印度关系密切，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萨尼克任内实施印度优先政策，加强同印度的联系。而反对派就不满印度2010和2013年分别向马尔代夫送赠两架直升机和一架小型飞机，但就以操作和维修为名，在当地驻扎了75个印度军人，另外亦都部署了侦察机。反对派说对马尔代夫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穆伊祖表明一旦当选会要求印度撤走这些飞机和驻军。穆伊祖本身倾向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同因为贪腐罪正在度服刑的前总统阿明关系密切。阿明在任期间，马尔代夫就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萨尼克同穆伊祖的立场令这场选战被外界视为马尔代夫民众对亲中抑或亲印的公投。不过萨尼克就强调，同中国以及印度的外交关系并不是零和游戏。无线电视记者郑洁仪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敦促印度和加拿大就石克教领袖被杀案合作调查。布林肯星期四在华盛顿和苏杰生会面，两个人没有公开评论近期引起加拿大和印度外交纷争的石克教领袖尼贾尔被杀案。
會後聲明亦都冇提及呢個事件，但有唔願意透露名嘅美國官員話，會面當中有觸及相關議題。布林肯鼓勵印度政府配合加拿大嘅調查。加方指控印度政府同尼賈爾被殺有關，印方否認，話加方嘅指控荒謬。兩國互相驅逐外交人員抗議。巴基斯坦西南部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過百人死傷。轉講下內地中秋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廣州南站預計單日接載44,500人次。由駐廣州記者葉子華報道。廣州南站大清早已經人頭湧湧，不少人大包細包回鄉下同屋企人團聚，亦都有人趁長假期旅遊。之前成功搶到火車飛的可以直接驗票入閘，未有車飛的都嚟碰下運氣。自助售票機排咗長長的人龍，不少人都話睇下有冇即日飛。太難了，搶了半個月都搶不到，只能不能回去了。原地过节吧，准点上去，去抢的，都没几秒就没了，早点回去团圆吃饭呀。有旅客去广西四日，连同住宿预计使2,000人民币，但唔会设上限，会尽情消费。疫情已经很多年没有出去了，所以今年放开了，所以一赶上这个长假就一定要好好的出去玩。我觉得既然出来玩的话，就不要太在意钱，就是玩得开心是最重要的。广州南站是全国客流量最多的车站之一，当局预计黄金周12日运输期间会接载超过861,000人次，按年增加63%，亦都较疫情前2019增加约10%。當局會連續11日加開夜間高鐵班次，目前已經計劃了425通宵班次。無線電視駐廣州記者葉子華報導。今日是中秋節，元朗有賣傳統燈籠的鋪頭成為內地旅客的打卡點，但鋪頭負責人就說今年多了慶祝活動，買燈籠的顧客少了。中秋節又怎可以少了燈籠？傳統的羊肚象徵盈餘如意的金魚，抑或是玉兔任君選擇，練到嚟的，因為這個武師傅很出名的，在這個宅作界人手做啦，有些同埋出面沒那麼多花款啦，都多的，都幾好氣氛的。有父母帶個女兒來揀燈籠，小朋友又怎麼揀呢？都是金光灿烂的金鱼合他心意。在元朗大桥街市的纸扎店被内地网红宣传推介，吸引游客专程来打卡。在网上面看到的，觉得很精美，然后就过来看一看。这个鱼做的还很灵动，然后也很小巧，方便带着嘛。很喜欢。经营了30多年的店主说，前两年生意不错，很快就清空，所以今年都入多了货。不过今年就不似预期。早几年疫情啦，很多嗰啲人都出不到外啦，所以中秋节相对比较旺啲。因为旺仔咧，我哋已经买到已经80%冇晒挂晒。咁啊，因为今年我哋预备多咗货，咁啊谂住都看好嘅。咁但系咧，因为有嗰个假期啊，同埋嗰个种种因素关系咧，同埋多咗地方搞庆祝活动，有啲人啊选择多咗，咁所以相对咧，可能玩灯笼呢一 part 咧就相对有信息啦。佢话生意都相对下降咗少少。无线电视记者翟元文报道。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即日开始展出四川三星堆文物，展期到明年1月8日，一共展出120件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文物，大部分是第一次在四川省以外展出。由于预计黄金周有大批内地旅客和市民参观，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9月29日到10月3日期间，除了10月1日啱啱6点闭馆，其余都是由上午10点开放到晚上8点。展览同时推出超过100款三星堆主题文创产品。香港武术队完成亚运之后海选，武术港队今届攞到2银1铜，上届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只系得耿颈四的许德恩。今屆收获银牌，出战女子组同一个项目的陈瑞津就泽同，
下個月退役的劉徐徐就在女子長拳拿到銀牌，結束運動員生涯之前拿到第一面亞運獎牌。而女子花劍隊同日返港，陳諾斯在個人賽拿到銅牌之後，再同隊友符如明、鄭曉維、關如晴在團體賽擲銅，花劍港隊今屆一共拿到五面獎牌。大家好，我是黄善河。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涉嫌串谋诈骗案，香港和澳门警方过去三日联合行动，拘捕多四人，相信是犯罪集团较为核心的成员，并检获和冻结合共2400万资产。兩地警方同時舉行記者會交代案情，本港警方在行動入面檢獲大量現金、名牌首飾和電話卡等。本港警方在取得法庭手令之下，搜查六個單位，拘捕兩個男人，並在其中一度的浴缸入面發現經碎紙機、火和漂白水燒毀的文件。而澳門司警就在當地拘捕另外兩個男人，並凍結820万賭場戶口款項，同埋檢獲650几万嘅現金同賭場籌碼，懷疑有人清洗犯罪得益。警方話部分涉案人已經離港，將會透過國際協作執捕歸案。喺調查嘅過程裏面咧，我哋係遇到一定嘅困難嘅。因為除了犯罪集團他們已經將很多的文件和一些資料銷毀之外，涉及的電子錢包其實真的有成千上萬個，而當中涉案的交易更加是高達是數萬次。這些加密貨幣其實他們是會在短時間之內在不同的電子錢包去移轉，亦都會去到一些海外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所以我們追蹤這些加密貨幣的流向的時候，礙於就是加密貨幣電子錢包它們本身這個匿名性的特點，即是說在交易的時候，其實買賣雙方都是可以隱藏他們的身份，不透露他們的個人資料，令到我們在追截這個騙款和在調查上面是有一定的困難。本港八月零售業銷貨額324亿，按年升近14%。按裏面升幅最高的是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上升57%，其次是服裝升了40%，藥物及化妝品升近43%，中藥都升32%。至於超級市場貨品就下跌3%，燃料下跌15%。政府話受惠於訪港旅客進一步增加，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八月繼續錄得明顯按年升幅，而短期零售業將會繼續受惠於旅遊業持續復甦，加上勞工市場情況改善和香港夜繽紛的一系列活動和消費優惠，亦都為利好消費氣氛，為零售業提供支持。明天開始新簽訂的外傭合約最低月薪調高到4870元，加幅是3%。現有合約外傭每月最低工資是4730元，調整之後將會加140元。另外代替提供免費膳食的津貼亦都將會由每月不少於1196元增加40元，至到不少於1236元。政府話係按既定機制仔細考慮過去一年本港整體經濟同勞工市場情況，同埋短期經濟前景，並考慮僱主嘅負擔能力同埋外佣生計之後，決定調整最低工資同津貼。中美舉行亞太事務磋商，外交部副部長孫慧東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台海和平穩定的基石。據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和中央外事辦主任兼外長王毅亦都可能在稍後訪美，為中美元首會談鋪路。
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华盛顿和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会面，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中美双方都形容会面坦诚、深入、具建设性。孙卫东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并就南海问题展明中方立场。康达就强调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繁荣安全的重要性，并且重申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今次是继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美国纽约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在马耳他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之后，中美高层在半个月之内再度面对面接触。外界憧憬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继去年11月印尼巴里20国集团峰会之后，再次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正安排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美，为习近平访美铺路。若果成行，何立峰将为拜登上任以来访美的最高级中国官员。王毅据报亦都计划下个月访问华盛顿，为习近平和拜登的峰会做准备。不过美国政府近期陷入停摆危机，报道说美国官员忧虑一旦停摆落实，会打乱两国元首会谈的规划进度。外界早前推测，习拜会最有可能的时机是亚太经合组织11月在三藩市举行会议期间。王毅早前回应习近平会不会出席，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从不缺席中方参与的重要多边论坛，正同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发布消息。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台湾的海巡署巡防艇在新竹海面和大陆渔船碰撞，台风之后扣押渔船和船上的17人。海巡署说，新竹海巡队一艘巡防艇上午8点几在新竹海滨发现有大陆渔船越界捕捞，试图上船检查，渔船拒绝并且驶离现场。海巡署追捕半个钟期间，与渔船发生碰撞，巡防艇驾驶舱玻璃破裂，当局随后强行登船拘捕船上17个船员，扣查渔船并且带回去台北港。日本有民众在东京集会抗议政府在高通胀之下不顾民生，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在日本东京的商业区，星期四下午有民众集会反对政府走军事扩张路线。どれだけ死ななくていい人たちを殺したかってこと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を考えたら、やっぱり二度と戦争はしちゃいけません。有人手持标语支持规定日本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第九条，批评政府不顾通胀严重、民众生活压力增加，一味追求军事扩张是错误的。日本も物価がとても高くなっていて、貧困にもっともっとなっていく人がいる中で、もっともっと抑えられるところ、お金を使う場所が確実に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亦都有民众认为政府应该更加关注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だからやっぱりもっと国民の、ね、生活とか考えてもらい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て、未来とか将来とか物価が上がって大変で、ご飯食べるのも大変だってこともやっぱり全部つながってるってことをやっぱり訴えたいと思います。日本防衛省上個月底敲定2024年度預算申請高達77,000億日元，折合大約4,000億港元，創歷史新高，比較2023年大幅增加。預算申請提出新設統一指揮海陸空三支自衛隊的常設統合司令部，并且将推动取得用于摧毁敌方基地的远程导弹。无线电视记者朱少麟报道。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回来新闻时间，今日是中秋节，公共交通延长服务时间，港铁大部分路线通宵行驶。不过天文台预测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市民可能要在云罅之间赏月。疫后复常第一个中秋，天文台话满月挨晚6点16分由东面升起，大约凌晨12点半会升到最高，到听日凌晨6点49分先至月落。不过能不能够赏月，视乎今晚的云量。预料本港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虽然一早一晚咧部分时间会系多云，但系市民咧亦都有机会喺云之间嘅罅隙见到月光。
多區今年都復辦彩燈會，大坑一連三晚冇火龍，今晚更加會冇入圍院。市民外出歡度佳節，夜啲都唔驚冇車坐。除了機場快線、迪士尼線和東鐵線往返羅湖和落馬洲站外，港鐵其餘路線和七條輕鐵線今晚通宵行駛，大部分路線下午三點起亦都會加密班次，電車全日免費乘搭，亦都會延長服務到凌晨一點，並且會因應需求加強服務。九巴和城巴就調整部分路線，配合市民提早收工。无线电视记者翟元文报道。内地一连八日中秋国庆黄金周开始，不少旅客已经抵港展开行程。黄金周第一日，不少人拖住行李箧搭高铁一家大细南下旅游。旅发局在抵港层设柜台派发电子优惠券，包括有交通、餐饮等优惠。有游客表示会在香港玩四五日。我们内地也有那些消费券啊什么的，感觉应该是对购物挺有帮助吧，就很感谢。可能我会更愿意去消费吧，然后去看哪些店家愿意去使用，然后去消费它。就是港澳一起玩了。香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跟大陆差异化的东西嘛，那个对我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并且近期可能有一些演唱会的这种活动嘛，也想看一下。旅游业界早前估计会有100万人次内地旅客在黄金周访港，回复到疫情前大约七成，主要是自由行。当局亦都预计不少港人北上，港珠澳大桥即日起到下个星期五免费通行，港车北上或者过澳门私家车来回可以悭300元。好像我们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咁，亦都会设立一个跨部门的行动中心，實時監察各個口岸的現場情況，在有需要的時候作出最迅速的應變和部署，確保口岸運作暢順。入境處預計這個長假期會有655萬人次進出香港。無線電視記者黃子瑜報道。馬爾代夫總統選舉明天第二輪投票，被指親中的反對派候選人在首輪投票領先親印度的現任總統。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萨尼克星期四到首都马累出席竞选拉票活动，他在月初的首轮投票中失利，只获得39%选票，以7%落后主要对手，同时是马累市长的反对派候选人穆伊祖。由于首轮投票他和萨尼克都未得票过半，要进入星期六的第二轮投票。这场选举除了是马尔代夫的内政，分析说亦都关乎地缘政治。马尔代夫这个印度洋岛国一直同最近的邻国印度关系密切，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萨尼克任内实施印度优先政策，加强同印度的联系。而反对派就不满印度2010和2013年分别向马尔代夫送赠两架直升机和一架小型飞机，但就以操作和维修为名，在当地驻扎了75个印度军人，另外亦都部署了侦察机。反对派说对马尔代夫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穆伊祖表明一旦当选会要求印度撤走这些飞机和驻军。穆伊祖本身倾向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同因为贪腐罪正在服刑的前总统阿明关系密切。阿明在任期间，马尔代夫就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萨尼克同穆伊祖的立场令这场选战被外界视为马尔代夫民众对亲中抑或亲印的公投。不过萨尼克就强调同中国以及印度的外交关系并不是零和游戏。无线电视记者郑洁仪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敦促印度和加拿大就石克格领袖被镇案合作调查。布林肯星期四在华盛顿和苏杰生会面，两人没有公开讨论近期引起加拿大和印度外交纷争的石克格领袖尼贾尔被镇案，会后声明亦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但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会面入面有触及相关议题。布林肯鼓励印度政府配合加拿大的调查。加方指控印度政府和尼贾尔被杀有关，印方否认，说加方的指控荒谬，两国互相驱逐外交人员抗议。巴基斯坦西南部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过百人死伤。通常的炸弹巴西
亚马逊雨林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出现干旱严重干旱，威胁北部十几万个居民的生活，多处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成立专责小组应对。在亚马逊雨林的河流，由于天气持续干旱，水位下降，河水温度上升。有当地组织说，亚马逊河的最大支流内格罗河的水位每日下降20厘米，有大量鱼类死亡，污染水源，而水位下降亦都阻碍物流运输，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短缺，政府要派人送水和食物。目前已经有超过11万居民受到影响，预计到年底受影响人数会增加至大约50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亚马逊北部的降雨量低于往年平均水平。在亚马逊州62个城市里面，有59个面临干旱，其中15个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另外有40个处于戒备状态。在西北部的阿克里州，早前亦都录得连续41日冇落雨，有当地官员估计严重干旱令到当地农民经济损失大约40%。巴西政府准备成立专责小组，向受影响的亚马逊地区居民提供紧急支援，包括派出空军将水、食物、药物和其他物资运到去亚马逊州和阿克里州。当局亦都拨款1亿4000万雷亚尔，即是大约2亿港元，疏通那个地区的河道和港口，确保水位下降时交通仍然畅通。无线电视记者朱少伦报道。英国著名景点有大约300年历史的罗宾汉树遭人蓄意锯断，警方拘捕一个16岁少年。英格兰东北部洛森伯兰郡居民星期四朝早发现心碎一幕，一棵有大约300年历史的大树一夜之间被人由树根附近锯断。这棵树1991年在荷里活电影《侠盗王子罗宾汉》里面亮相大荧幕而为人熟知，亦都被称为罗宾汉树，每年吸引数以千计的游客来到打卡留念，成为英格兰地标之一。而罗宾汉树所处的哈德良长城建造于大约1900年前，是罗马帝国的西北边境，亦都是英国境内保存最完整的罗马要塞，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警方拉了一个16岁少年，涉嫌刑事毁坏，正被扣留调查，又形容事件对社区带来巨大冲击、悲伤和愤怒，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洛森伯兰国家公园就说，大树切面平整，相信是被锋利的锯刀有技巧地蓄意砍伐，没办法理解凶手这么做的原因。无线电视记者朱少伦报道。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6号计划春年前后发射，会搭载其他国家的载荷和卫星升空，而玉兔二号月球车就传了最新的月球影像回来。国家航天局在中秋节发布玉兔二号在月球表面最新的环黑图，见到大大小小的陨石坑和很多山砾，甚至见到月球车驶过的路径。这些影像有助科研人员更加认识月亮，同时确定月球车接下来怎样行驶。月面它的地形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我们要在这个图像上选择一些我们感兴趣的科学探测目标，然后控制我们的车移动到我们的目标附近，然后对这些目标开展一系列的科学探测。同玉兔一起的还有嫦娥，国家航天局说嫦娥6号将会在出年前后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着陆，第一次采集月背样本送返地球。早前嫦娥5号已经采集月球的岩石和尘土样本，希望透过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月球样本，增进对月球的认知。嫦娥6号还将会搭载意大利的激光角反射镜、巴基斯坦的立方星等载荷和卫星项目，增进国际探月合作。而为了保持月球背面航天器和地球之间的通讯，去年上半年会先发射新研制的雀桥二号中继通讯卫星。无线电视记者曹家荣报道。